人家小的，小的也不走，搞了一天。哎，这辆不是我们的车吗？我靠！飞哥，嗯，你跟我回广州。飞啊，才回来一天，可能。他今天晚上跟我说，早就不回深圳了，真的那么严？是啊，你刚在广西哪里用做什么核酸？那有什么啊？是不是？我们这里，这我们街道算安全了、啊，这里附近算安全了、啊。进来之后就上次我们吃那里啊。好，兄弟们到了，现在先去吃东西，好饿又困又饿又累，哎，受不了，真是。来到这里，我发现辉哥怎么的头发都不一样。我说这是我家。辉哥在水里村，哎呦，去水里村，村委打电话给他，他说话都说不出来。哈哈哈哈哈！有没有小米派？喝老，你老吗？那个蟹，你去干嘛？一百公里是不是？对，我要去看看，我要去工厂看一下，跟老板看还有什么其他品，料上很多东西的，他们有。一养就变成帝王了，还有男生就变成帝王了。这辉哥跟勇哥的随便宵夜。嗯，真的太便了，真的很。你把那边的很随便，很随便啊。打一个呗，那个。那个他两盅。你蹦起楼下嘛？你蹦起楼下，不过中一米啊。一中完一个米。饿了。那是什么东西、啊？燕窝。你还煮这玩意儿？老板送的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我中了。你怎么一天一条这种？老板还带了个位美女过来吗？老板带。哎呦，我昨天他带我去吃那个螃蟹粥，然后今天上火。啊。上火。啊。啊，上火了，痒痛了，喉咙。哪里去啊？我去换鞋子。哦，没忘，没忘啊。天域是不是广州的那个？哦，不是，贵州酒店的拖鞋。来，来了，小戴要换衣服，马上就来了，我去换鞋子就好了。你去、啊。鞋子给我，钥匙给我，我去换鞋子。嗯。那红烧是不是？对。我坐在这里，他不要回头。哎，不是有吗？吃一下脆不脆？你先告诉我脆不脆。后来那个鱼刺吃咬下去都能饱了，饱腹感特别强。我现在留一块鱼刺，我不敢吃。他等下走到手就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不能讲。急。哈哈哈哈哈！啊哈。眼大呼小。嗯。脆的。脆的。这个脆的，这个你脆的，今天脆的。嗯。那我老板的老板。我老板跟我老板的老板娘。真风筝，有的时候做法，看他这条鱼是不脆的，脆一做就是脆的。我做了一下法，最好吃。我做了一下法，不脆，是吧？你脆不脆？就是有刺。哎，这种鱼不应该有刺的。有。那个刺应该很硬是吧？软的。软的。软的吧，硬的，它就跟那个黄鳝差不多嘛。对，但是那个肉很脆。你们这些妖魔鬼怪从哪里来的？首先说，这个帝王蟹真的很嫩的，好嫩，那个肉很新鲜。它跟吃自助餐，你晚上吃自助餐那个帝王蟹，它又不嫩了吗？嫩的，它是那个老冷的，等下晚上去试一下。
个小孩都没大。够不够？我说一盒有多少？50个。好了，先回去了，拜拜。